我来自台湾，我在台湾经营品牌行销公司。那我目前在新加坡的活动是读商用外语学校，还有珠宝鉴定的课程。现在的人在一个资讯非常丰富的时代，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浏览文字，可是一个好的影片或是好的照片可以让人更快速的去了解你想表达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非常专业的 model 在镜头前面，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从另外一个第三者客观的角度来告诉你如何把自己最好最适合的样子表现出来，是让人在拍摄的过程中可以觉得更加安心的很好的方法。因为不管是影片还是照片，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产业都应该持续的去 update 它最好的状态。就我的自己的例子来说，因为我是刚到新加坡3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在这里需要建立我新的交友圈、新的工作圈。那我请公司帮我拍了一套新的形象照片，那我觉得更能够让别人对我有更好的第一印象，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我们的专业，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